左脚再来右脚。右脚换边左脚，左脚，今天钓鱼大收获，大收获。很轻啊，该不会跟上个月一样又钓到一只鞋子吧？还是跟上次一样钓到一个保特瓶？哎，你们两个，我今天啊可是钓到一尾大鱼哦，大鱼，而且是。刚钓到的，所以就代表亚明哎，董琪，亚明哎，董琪，没错，亚明哎，董琪，亚明就是这一条，就是鱼，琪就是新鲜。所以你要说这条鱼很新鲜，这尾鱼很新鲜，亚明嗯哎，董琪，我们一起来练习一遍哦，亚明嗯哎，董琪，亚明嗯哎，董琪，董后，今天钓到的这一尾嗯哎。是非常大一条的哦。当我把它抓起来的时候啊，它的尾巴在大太阳底下甩呀甩的，哇，帅！哇，听起来超帅的啦。等一下，我有一个疑问，就是你的尾巴到底有什么作用啊？你的尾巴作用可大了。你在游泳的时候啊。我是一只热带鱼，非常美丽。它是一只热带鱼，是我邻居。我们都是热带鱼，游来游去。珊瑚礁是我们的快乐的园地。甩甩尾巴，优雅神气，动动眼睛，令人着迷。哇，好漂亮的尾巴哦！好想要摸摸看哦。不行。我的尾巴很珍贵耶，你们会用坏啦。哦，真小气。对啊，不就是尾巴吗？有什么好稀罕的？我们也有啊。哎呦，你们两个的尾巴太平凡了啦。哦，这可不一定哦。我的尾巴在海底可以让我快速移动哦。我虽然游得比较慢一点，但是我很优雅。看我的厉害，我的尾巴快速回转，动作完美。我是觉得这个技能还好哎。危险警报，快逃啊！等等我。其实的尾巴具有平衡的作用，所以啊，它可以维持鱼在游泳时候的平稳哦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所以，董琪的哎在这里。等一下，我刚刚还没说完。正当我钓到那条哎，摆出一个帅气的姿势的时候啊，该不会那条哎就跑了？没错，那条哎就是跑了。它的尾巴啪嗒打到我的手，它就啪通跳到海里面去了。所以那条鱼哎还在海里。原来尾巴还有打手的作用哦。就是打到这，好痛。所以这里面什么都没有。钓起来就算一种成就感了。这哪算什么大收获嘛？